今天就是要探索人体的奥秘，判断自己是一般人还是天赋异禀，做一个声音的测试。该起床了，是多少？一般人吗？口腔肌肉力量，吸到这里抽筋了。你真天赋异禀，认识你这么久，我今天最respect。我就应该上医院上班。挖掘机考验左右脑协调能力。左右左右。哇！马上就给救到我们的三叉嗨了。哇，这真是个细活。抓！来嗨放派又学会了一个技能。